大胸妹妹明明不胖，但拍出来照片却是这样。三个技巧让大胸妹妹也能拍出显瘦少女感照片。第一个，瞒天过海法。大胸妹妹想要瞒天过海，除了转移视觉中心外，还要穿着合适的内衣。奶糖派的温馨太适合夏天穿搭了，他们家对大胸妹妹很友好，蕾丝花边也很少女，随便搭个外套就能出门，还不会勒。出门拍照当然就要穿得好看又舒服啊。我们侧背对阳光，将双手撑在一侧，不经意间拨开外衫，再将身体重心往前倾，转移视觉焦点。第二个，声东击西法。在这种带花的草坪上，我们趴下，侧身背对阳光，让笨蛋闺蜜退后一米左右，放大手机画面。第三个，擒贼先擒王法。我们在面向河面，侧身看镜头，轻轻拎起裙摆，肩膀抬起。大胸妹妹拍全身想显瘦，就选这种有侧收设计的内衣哦。让笨蛋闺蜜半蹲下，放大手机画面到1.6至1.8倍，打开 Live 模式，背对阳光使劲假笑，意识拍照大法，你值得拥有。入坑我。当我用原相机和花拍照，想象中的画面实际上怎么拍出秀菊花更美感的照片？三个秘密小技巧，赶紧把住。和手机离两个手臂的距离大概1.5米，全身拍照可以把画面放大到1.6倍，身高比例直径 YYDS， 手机微微内扣，秒变大长腿，拍半身可以放大到3倍，把手机抬高俯拍，脸瞬间变小。一拍照就比例奇怪，身材畸变，但博主为什么身材又好？网感大片，原图直出。除了一定不能弯胸驼背，还有一个直接给我们的美貌上大分的秘密小心机。当当，这几件件维密法坐立内衣，微胖的宝哥也根本不用担心肚子的问题，因为它的侧边很高，能很好的收住我们的肉肉。而且这种紧身的衣服里面啊，这个内衣特别隐形，又是无钢圈的，出去拍你啊，穿着超舒服。关键是这款法重量纹丝布面料，穿着冰冰凉凉的，一点也不闷热，夏天穿着就很舒服。在外拍摄一天，也不会觉得闷热了。另外，我还买了他们家的小冰冰钢圈款，也是凉感透气的，还没到货，超级激动。哎，穿上它，我们就是一整个美女同款身材。拍照的时候就把肩膀打开，露出肩带也超级好看。哇哇哇，腰真的好细呀、啊！这身材和比例真的很难不爱。撩头发，俯身微笑，露出肩带，微微前倾，捂嘴笑，蹲下捂胸口，拍侧脸。假期出门旅游，美美的衣裳，美美的妆，拍拍拍，也要闪耀朋友圈。结果。本拍让我有无数次的亲身体验，总结出这三点殿堂级旅游拍照教程，手把手教你告别游客照。出门旅游人多是绝对的，直接拍那真就到此一游。哎，那么如何有效规避掉人呢？一字口诀：挡、蹲下、仰拍，手机画面放大3倍左右，精准避掉人群。这个世界只留下你和你的美貌，如果这样都还是避不掉的话，就利用咱们的手贴脸前身，嘈杂人群统统消失。一模零的倍数拍照大法，赶紧收藏身下。拍全身镜头拉到0.7，脚压线，一秒 get 大长腿。拍半身就镜头拉到3倍，镜头不畸变，头顶留出一格，人放中间，怎么拍都好看，都出片。最后一点，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表情。很多人一到拍照，要么一张苦瓜脸，要么笑得过于灿烂，脸都变形了。一个小妙招教你怎么笑。拍之前打开10趟，先装作委屈再笑。是不是这样就非常明媚自然啊？主页里还有超级多的拍照变美小技巧，滴滴滴滴。所以到底怎么拍才能从这样到这样？只需要注意3个小细节，你也可以拍出这样的绝美照片。你看这些美女们的网图，是不是无一例外都差不多的角度，唯一不同的是背景和衣服。那我们普通人怎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角度呢？你就看你自拍的时候一般拍哪边，或者 P 图的时候哪个角度 P 的最少。哎，那就是你的上镜角度，像我自己就是左脸会比右脸好看。
是不是你每次拍照看着镜头不知所措，大脑还一片空白，拍出来的照片就是又丑又呆？这一点我真的太有发言权了。每次拍照的时候我都会放一点歌，让自己心情放松下来。但如果我是拍那种情绪一点的照片，我就会放 emo 一点的音乐，把自己给带入进去。如果是要拍少女青春一点的呢，我就会放欢快一点的音乐，这样心情也会开心一点。而且一定要记得让闺蜜多引导，比如这个角度好看，真的好好看。在闺蜜的彩虹屁中拍出来的照片自然就超级漂亮了。每次拍照前先检查检查镜头擦了没，不要疯狂拍了几百张结果全是糊的。 Live 模式开了没有，拍照的时候多动，拍完之后可以在编辑里找到自己最完美的一帧。视频时长有限，我下期就给大家分享怎么拍出那种又有生命力又灵动的照片。闺蜜给你在操场拍的照片，小皮叶大头本头动如封侯。在操场拍照，正常的地方绝对不能错过。在跑道上拍，跑道上坐下，让闺蜜俯拍，人物与跑道平行，放大手机画面，让闺蜜走到右侧，青春感满满。还可以在最后一点，脚往前伸，头后仰，对角线构图，显腿长。操场直接拍，背景杂乱路人甲，让闺蜜蹲下仰拍，放大拍，头顶留白，乱拍都好看。足球网旁最出片，女士当球守门员，背靠门柱，再放大，人物放在右下角，单手捧脸微微笑，手指前伸比个八，双手举起当上框，还可以走到往后，打开手机闪光灯，同样放大，青春大片正式来啦！天空是绵绵的他，就算他傻了又怎样？深呼吸，帅哥，都掉这么细了，你的笨蛋闺蜜不会还没学会吧？